怎么会这样遇见你呢？你爱我吗？你回答这个就好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你过得好吗？我很想你，真的。你该不会结婚了吧？夏文一直徘徊在这个社区，金道和一定住在这附近。你们是谁？那是金道和吗？天哪，亲爱的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听见你在说谎，东森戏剧40台全台首播。